哎，那个不是妹妹吗？她拿了个什么东西？嘿嘿嘿，你拿了啥？辣条。老妈不是不让我们吃这个吗？你买这个你死了。啊，这是用来干嘛的？偷偷告诉你，你不要跟老妈说。不是用来吃的，我们班的同学都喜欢用这个来搞事情。最近搞什么事情啊？等下再告诉你。你要答应我，不能跟老妈说。好吧，那你带上我。嗯，走吧。你们这流行的都是啥？你这是哪里学回来的啊？坑你的吧，你同学。咦，好恶心啊！